怎么去谈，我觉得如果概括的来说，可能最主要的一点，我觉得就是要真诚的去感受音乐，就是真诚是非常重要的，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那种去造作呀，或者是去创造一些什么，因为音乐本身就在那里，然后只要去体会，然后去感受，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。